年头一言不合就画风大变，成为停在老九门中帅气高冷的佛爷一角，把粉丝们迷得不要不要的。而这个完美人设即将会在新片中崩坏喽。8月6日，导演郭先协主演陈伟霆替换博王子谦现身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的上海见面会现场，为即将于12日上映的新片卖力吆喝。本片的拍摄可谓上天下海无所不至，画面中奇幻美丽的景色得来可并非易事，我们伟霆可是用生命拍戏呢。去了沙漠，6级的沙尘暴。我们潜水的时候遇到很大的浪，山顶上面的一场吻戏也是下大雨。真是经历了9981难呢。影片中的陈伟霆变身十分搞笑的北漂小人物，与近日高冷有范儿的佛爷有着鲜明的反差，这画风转变的连等等自己都说太接地气了呢。不惜牺牲自己形象的等等更希望用自己的角色给正在打拼的年轻人传递勇敢追梦的正能量。这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戏，其实有点搞笑，真的不只是一点吧，是非常搞笑自己的。表面上是一个搞笑的喜剧，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需要这种正能量的爱情喜剧。充满了正能量的伟霆与片中的江阳一样，都是坚持梦想不放弃的人。即将开个人巡回演唱会的陈伟霆也为自己最初的梦想做出了交代，从当年那个爱跳舞的小孩成为光芒四射的魅力男神，陈伟霆直言这都是坚持的力量。我从小就很喜欢跳舞，然后当时候是因为跳舞我才进娱乐圈的，前年开始在内地慢慢多人认识我，觉得我没有放弃我做音乐的一个梦想，跳舞的梦想，坚持是最终可以达到你自己想要的，就是因为我这个月中就会开我第一次的巡回演唱会。除了励志的故事，陈伟霆与 Jessica 的情侣搭档也是本片的一大看点，伟霆更是与情敌上演了毫不手软的较量。而在现实生活中，没想到等等竟然不会给情敌留活路呢，哎呦，要不要怎么把计策漏呀，就不会让他活下去。在戏里面我放了他一场生命，现实为我是不会。